第十二回，你们，李天，这是何处？ 既然你已经拿到了麒麟角，我们也解了蛊毒，那自然是要从女儿国出来了。起床了，肥猪精。李天。 究竟耍的什么花招？妖怪！妖怪！贼人！琪琪，大人，他们……李天，你究竟耍的什么花招？事到如今，也该说出真相了。其实，整个女儿国都是假的。 这所有的一切，都只是我们魔道团玩的一个大魔术而已。如存不存，若尽非尽，如是一类，名为飞翔，飞飞想处。师父，徒儿明白了。看似存在，其实并不存在。徒儿只要造一个看似存在而又不存在的女儿国。 便可以安陆山入了圈套，竟然要制造出整个女儿国的幻境。开玩笑吧，我可制造不出来如此大规模的幻境。其实也并非不能做，只是需要一件神物。神物？玄铁石，竟然是玄铁石？你知道啊？我不知道啊。滚！好。什么玄铁石啊？ 这玄铁石乃是从天上坠落人间，只有利用玄铁石，才可以将幻境无限扩大，乃至一城一国。那这玄铁石所在何处呢？皇宫。收。拿到玄铁石，来到鬼阵之后，我们便开始准备布阵。 但是花姑娘一直在监视，所以我们只能兵分两路。我负责引开花姑娘，小师弟负责布阵。你说这大师兄是怎么想的？这深更半夜的，让我陪你来这荒山野岭。如果二师兄来了，下次在这山里，我们如何将他背回去？对了，师妹，这附近还有花吗？放心吧，全被我的迷香熏死了。这该死。 花妖，也太难缠了！哎，小师兄，你为何在蔚山山林绕一圈，到处扔石头啊？自然是布阵了。布阵？小师兄，这是什么呀？这是阵法的核心。师妹，躲开些。 天魔鬼，亡身灭形，所在之处，万神奉迎。
神灭星所在之处，万神奉迎。无天魔管王神灭星所在之处，万神奉迎。急急如律令。走吧。小师兄，这阵法的核心就这么暴露在这里啊？放心吧，火灭之后就消失了。你是床，我打地铺。快点儿！师弟，为何这会有个坟？这应该就是放玄铁石的地方，作为整个阵法的核心之处，是很关键的。刨吧。为何让我刨坟？这不是坟。天地玄宗，万气本根，广修浩劫，正悟神通。慢点儿。大师兄，应该就是这儿了。哇，好大一根！如此一来，这超级大魔术才算彻底完成。你们费了这么大心机，布了这么大的局，本座真是小看你们了。原来你们都在提防我，那你们又怎知进入女儿国之后不会露出什么破绽呢？所以还需要最后一步。花姑娘，你可还记得那走不完的长桥和打不完的怪兽娃娃吗？这么长啊，走了半天好像还在原地。还有小师妹的迷香和我给你的水也是提前配好的药方，具有迷幻功效，如此一来你才会由衷相信这儿真的是女儿国。女儿国全是假的，那国王和国师他们自然也是假的。莫非少卿大人是真的喜欢国师大人了？
应该是国王陛下吧，美若天仙呢。你们两个行了，别老打趣少卿大人了。原来从头到尾我都是被蒙在鼓里的。那你那日在树林里对我说的话，莫非也是骗我的？那还不是因为你自找的，你可是被派来监视我们的，要不是你，我们能这么费心费力的吗？李天，你如此骗我，女婿何人？真是好笑，你们精心布的这个大局，原来就是为了结果。不得不说，我一再的加以防范，结果还是被你们骗得团团转。局中局，真是令人赞叹。多谢夸奖。可是我已经出来了，我若想再给你们下蛊，简直是易如反掌。更何况我现在，我的麒麟脚，麒麟脚，我……哦，方才忘了说最后一环，也是最重要的一环。你真的以为你拿的是麒麟脚吗？结果固然重要，但更重要的是困住你。放心吧，此乃太极八卦阵，还有法力强大的玄铁石，七天之内你必将法力耗尽而死。让一下，让一下，别往前挤。哎呦，保着！大人，这已是北岳第五起了。依属下所见，这似乎并非人为。如今长安都城的人都在传，有妖物夜间出行，并伴随白雾，杀人于无形。大人，城南郡马府出事了。走。是。
谁？快出来！究竟是何方妖孽？还不快现身！被你所杀，如今落到你们手中，是我失策，成王败寇，有什么要怨在我头上的，尽管推到我身上来。鬼阵干涉案，你是主谋，我父亲的死因又和那些死者如出一辙，不是你还能是谁？既然你已经认定，那你便给个痛快，享受吧。好，那我就成全你。少卿大人，杀父之仇自然要报。放开我！只是这么杀他，岂不是便宜了他？不杀他，才是便宜了他。我知你恨他入骨。可是他有巫术傍身，寻常法子根本就伤不了他，否则我们也不必费尽心机设这么大局了。如今只有这太极阵可将他的法力消耗殆尽，最终魂飞魄散，与其一剑杀了他，倒不如让他生不如死，来得更解恨吧。好，我便信你一回。真想不到啊，前些日子我把你们抓进大理寺，如今却和你们一起联手设局破案。我曾视你们为死敌，你们却救了我一命，这世上的事当真是令人费解。正所谓世事无常，少卿大人生性耿直刚正不阿，还真是当今朝廷上的一股清流，还望少卿大人继续保持这份纯心本性。既然如此，薛某先走一步。哎，薛少秋，我之前说的话都是真的。如果你在大理寺混不下去，尽管来找我们啊，不能保证可以大富大贵，也可以保证你一日三餐啊。小师妹，你可是女人，他一个大男人连口饱饭都混不上，我们三个挨饿的时候也没见你这样说呀。嗯，多谢聂姑娘美意。后会有期，七七，走。嗯。走。小妹，小妹，花铃，花妖。上次可是放过了你啊，今天你还敢来，我非要杀了你不可。师妹，那段风景特别好，我们去看看。看什么风景啊，我杀了他。人家小两口谈情说爱，你别老打打杀杀的。你不是走了吗？怎么又回来了？我一直在等你。等我？为何等我？如今事情都已经了结，你们身上的蛊毒也都解了，你该给我个交代了吧。交代什么呀？就别拿我寻开心了，直接说吧。哦，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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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想起来了。其实，这一切都是我骗你的。骗我？对啊。所谓悬空子，所谓下跪认错，全都是骗你的。我只是为了解除蛊毒而已。我不相信。花姑娘，
你是真傻呀，我从头到尾都是在演戏啊。我不相信。这么说来，我的戏演得越来越好了？那你为何会说我不见的那几年你一直在找我，你想努力忘记我，却不知道该怎么面对我？花姑娘，做戏嘛，做戏就得做全套啊，我若只说一条你会相信吗？我会。你想怎样？你说过你想我的。想什么想啊，我根本就不记得你。大姐，你怎么可能骗我呢？你不可能骗我的，我不相信。你要再这样，我真无话可说。你杀了我吧。如果你是真的骗我，我真的会杀了你的。你舍得吗？雨天，我不知道你为何会这样对我。你曾经说过，我们妖不懂感情，但你作为人又真的懂吗？其实我一直都觉得你会在骗我，可是我心甘情愿被你骗，因为不管你记不记得我，我都喜欢。我都这样骗你了，你还说喜欢我？你是真的对我无半分爱意？是。你看着我的眼睛再说一次，我就相信。你看着我。是因为你是喜欢我的，对不对？是，我对你是有些许喜欢，可你是安抚的人，是我李天的敌人，我们根本就不是一路人。人妖殊途，以后你不要再缠着我了。你说人家小两口在那谈情说爱，你这打打杀杀，这像话吗？闭嘴。好的。哎，大师兄，他说什么了？说你是猪。什么？他跑这么老远，居然就为了说我是猪，真是吃饱了撑的。大师兄，这花妖怎么三番五次纠缠你啊？你们也算是孤男寡女相处了好几个晚上，看来，难不成他换了你的孩子？真怀了，怪不得每次都不让我杀他。能不能别胡说八道？回长安，走吧。你说的。饿死我了，老板。来几碟小菜，来一坛子酒。没有。那你有什么呀？就剩这一笼馒头了，送给你们的，吃了赶紧回家吧。四个人你给三个，还不够我一人吃的呢。都是你的。这几日没回来，长安城怎么冷冷清清的，这么奇怪？长安城最近妖气重了。妖气？我怎么没闻见啊？听说前几日街上死了不少人，弄得大家人心惶惶的，都不敢轻易上街。哎，如今咱们这古都已解，还是莫要管闲事了。大师兄，账单不日送到刑部天牢，钱也得准备好。我哪还有银子给你啊？
你少跟我哭穷，你有多少钱我可算得清清楚楚呢。这个我也清楚，大师兄床底下最少藏着200贯。嗯，而且我推算你那套官窑的茶杯最少也值500贯。吃你的馒头。好的。还有你俩的，你俩的账我也算得清清楚楚呢。师妹你是了解我的，我哪有钱啊。师弟有，让他给。我就是一街头算命的，我哪有钱啊。反正我不管，我只要钱。这天色也不早了，又没什么吃的，那我就回潇湘馆了。哎，师妹，我跟你一起走。滚。好了。痴心一片。大师兄，回来的一路上你这愁眉苦脸的，是不是心疼花姑娘？我心疼她干什么呀，好不容易摆脱她，我高兴还来不及。你就别掩饰了，都写在脸上了。你看还掩饰，你就承认了吧。小师弟别闹，还嘴硬。走了。去哪儿？回天牢。时至今日，长安城突发了5起杀案，共有10余人遇害，再不处理后果不堪设想啊。本官已着你和刑部周大人前去处理，如今还来找本官做什么？大人有所不知，此案非同寻常，所以下官断定应该是有妖物作怪，神出鬼没，以白烟杀人，手段诡异难测，若是任其为之，恐怕危及到大唐的根基啊。大人，既然如此严重，你更加不应该来找本官，而是加派人手赶紧把这妖物给抓了。大人，难道你是想要本官替你抓妖不成？下官并非此意。那你是何意？胡大人，难道还想闹到圣上那里不成？如今圣上龙体抱恙，已无心处理这些事情，眼下作为臣子该尽心尽力为圣上分忧了。大人，大人，宫里急召，请大人立刻觐见。急召。太医，陛下的身子如何？从脉象上看，陛下的身子没有异常，可陛下突然病了，至今没查出原因呢。堂堂太医院，这么多人，竟然束手无策。等陛下醒来，定要治你们的罪。娘娘恕罪，微臣定竭尽全力找出病因。那还不快去？是，退下。如今陛下卧病不起，恐有一心之人趁机作乱，还请宰相大人多多费心稳定朝纲。是，贵妃娘娘。如今陛下需要静养，若无事都退下吧。醒了。
陛下。陛下。爱妃，朕这次怕是过不去了。若朕走了，留下爱妃你，那该如何是好啊？陛下不必担心，陛下正值天年，一定不会有事的。这么久，一点线索都查不出来，还死了这么多人。大人息怒。我息什么怒？接连发生了这么多的案子，上头是不管不问，可你们呢，一点对策都没有，只能看着同僚们去送死。你让我怎么息怒？你让我怎么息怒？要是薛大人在……哎，对对对对对，别在我面前提他，提他我更来气。薛少秋何时能回来？属下不知，只是薛大人一直未抓获的李天竟然出现在刑部天牢里。李天你不在的这些日子里啊，真是度日如年呀、啊！没有这口茶，那真是感觉不自在。想不到老伯对我如此依赖，我只是出去了几日而已。这就神奇了。你说你在天牢里从来都不洗杯子，可是你出去了一趟，却把杯子都洗得干干净净。看来这花姑娘对你的影响还是挺大的。她如何影响得了我呀？老伯还是莫开玩笑。那你为什么把这杯子洗得这么干净啊？我只是见他许久未用，有些脏罢了。哎，你就不用在我面前掩饰了，我老头子什么都看在眼里。李天，马大人，许久未见。听说你回来了，特意来看看你。这坛好酒，就当是给你接风了。这是何意？我也不绕圈子了。这酒，其实是大理寺卿胡深胡大人，特意托我送过来的。胡深，他无缘无故的给我送酒，想必是有所求吧？知道肯定瞒不过你。没错，胡大人想见你，可我不想见他。哎，你酒都收了，别再为难人家马大人了。这酒我未曾动过，老马拿回去吧。这胡大人毕竟是大理寺卿，我怕我驳了他的面子，我也不好做呀。他的面子值几贯钱啊？不过你的面子我给。走吧，那谢了，李天兄弟。大人，李天到。胡大人，请坐。只身赴宴，李天。你果然是胆识过人呐，胡大人。我身为刑部天牢的重犯，不能出来的时间太久。大人有什么话，尽管直说吧。前几日，
长安城出的事，想必有所耳闻吧？不到一个月的时间，居然有数十人丧命。哎，堂堂大理寺，破这种案子应该不在话下吧？难道这大理寺除了薛少秋，就无人能顶事了不成？若是人为，早已破案。但此案手法诡异，以白烟杀人，其手法绝非人为。莫非是闹了妖？极有可能。尤其是昨晚，一整夜，一个大户人家全家丧命。此案若是不能解决的话，势必长安城会人心惶惶。如果让奸人钻了空子，后果更不堪设想。大人说的这些，似乎跟我没有关系。我们魔道团只管盗富济贫，不捉妖。大人要捉妖的话，去找个法师啊。李天，太过谦虚了吧？不过，听闻胡大人家底雄厚，平日以数银子为乐，如今只是一坛好酒，便让我们师兄弟全部涉险，这买卖，我似乎亏得有点大了些吧？放心。一旦事成，本官绝对不会亏待你们。那就多谢胡大人了。只可惜我李天不过是一介囚徒，经过多年刑部的劳改，早就想改邪归正，期待早日出狱，重新做人。想必李天兄弟还不知道我与刑部尚书的关系，只要我一句话，明天就可以出狱。别别别啊，我只是开个玩笑。天牢是我的家，你让我出狱，不是等于抄了我的家吗？哎呀，罢了罢了，我李天也不是欠别人人情的人。既然收了胡大人的酒，这份人情自然是要还的。不如这样吧，我先和小师弟去看看，买卖做不做，后面再谈。好。
少离恨苦，多少情难绝，只愿情绪连我，我连情，多少红颜醉，多少相思碎，唯留血染墨香两茫茫，多少离恨苦，多少情难绝，只愿情绪连我，我连情，多少红颜醉，多少相思。想两茫茫，为流血染墨香两茫茫。